彰化县警察局鹿港分局秀安派出所新建办公厅舍，19日上午举行启用典礼，仪式由县长卓伯源与警察局长蔡义猛共同主持，秀水乡长、县议员、警友会、警察志工及地方人士等贵宾与会。我们鹿港分局秀安派出所来举行完工落成的典礼，我们看到我们的秀安派出所是一所设备新颖、美轮美奂，能够提供民众最好服务的办公的空间。我们要非常的感谢蔡局长以及历任的局长、所有的警察同仁对秀安派出所的规划。我们的经费啊，也要感谢议会所有的议员的支持，啊，高达2770万的经费能够顺利的来通过，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施工单位，啊，在这段期间呢，对我们派出所各项工程进行的努力，啊，让我们的派出所呢可以顺利的完工落成，来达成维护治安、维护地方稳定的重要的目标。卓县长致辞表示，要以感恩的心感谢议会与有功人员对秀安派出所新建厅舍的大力支持与协助，相信这所美轮美奂秀安派出所必能成为提升警力、提升活力的源头活水。在1997年，县府就规划在我们现在这一个地点来筹备新建，新建的过程经过历任几位分局长，还有我们地方热心的乡亲，大家共同努力来奔走协调。在这里我要特别代表警察局感谢县长，还有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以及地方上热心支持的好朋友给我们的勉励跟支持。秀安派出所土地面积862坪，新建地上两层共350坪的现代化新营建筑，总建经费新台币2770万元，相信崭新厅舍必能为彰化治安带来更大的助力。有志是竟成，这块土地荒废40-50年，经过委任的局长、分局长、馆长共同努力打拼，到今仔日，拄只馆长所讲，美轮美奂的一个派出所。希望秀安派出所顺利完工启用后，对于治安维护、为民服务提供安居乐业更好的保障，也为营造更优质的生活环境增添注意。公益频道林俊明秀水采访报道。